Her showmate teaches how to maximize their cleavage, but when it comes to herself, with Pauline Lan Hsin-mei, the host of popular fashion and lifestyle show Lady First, 女人我最大, flaunt her cleavage. 因为我已经四十六岁了，我当然现在要露那个事业线，可能已经都太多条岔路了，所以导致她太恶心。可是现在的年轻女孩，她们就是我觉得啦。我们女人做这么久的原因的精神宗旨，我刚刚讲就是不物化女性。可是在这个节目里头十年，我也成长很多，每一个嘉宾来我也看到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越年轻的就越敢表演，越敢表现。我们有的时候她裙子很短，我拜托她穿安全裤，她还会忘记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想说怎么办，就是我必须讲，就是说，可是她当她自己做那样子打扮的时候，他又开心，他又有自信。OK， 在尺度上播出的时候是没有问题，不会让女性不舒服的话，那就播出。因为不是我们节目逼他一定要这样做。现在女孩都这样子，尤其是在热带国家也是啊。我就看很多，昨天在机场就看很多细肩带的女生，我说呜呜呜，因为台北很冷嘛，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，就那样很低，我就呜呜呜呜。你也会觉得，新加坡的女生都很营养哦。我觉得唯一获利的是所有普天下的男性吧。And the bubbly host tells us she doesn't worry about looking good at all. 我不觉得我是美丽的，我要保持开心，这是最重要。然后我很幸运的就是说，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兴趣，所以我比很多人幸福，我可以这样子，然后我何德何能去外面，然后大家要跟我拍照啊，大家要跟我握手啊，会给我们拍手了，或者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批评的声音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功课，或者是我们的福气，所以我很享受在里面。那我一直在乎的就是开不开心这个事情，美不美丽，反正我刚刚讲嘛，科技那么发达，妆容现在可以，你知道，很薄的妆，但是就是我就说很薄，那为什么要画？他就说又可以遮瑕，然后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太厉害，一个小小的粉底，但是要怎么用？我们可能想说，哎，它那么薄透，我是不是要擦厚一点才可以盖住我的斑，盖住我的雀斑啊，盖住我的细纹啊？其实不是，我们呢就什么方法都错了，或者说哦，我的头型是扁头，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？他就想说不行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很简单的东西都是，可能我们想太多。后来我想，对哈，那就开心就好了，这种烦恼就交给专业为大家解决。In fact, Pauline can look so casual that her good-looking stylist steals her limelight off-screen on the streets. 我们一下飞机，所有工作人员只认识她，没有人认识她，因为只有我化妆，还好，只有她有捉抓头发什么的。我头也扁，然后戴个眼镜，头发又短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我们拍照，我们拍到，我们到新加坡，我就发微博。然后微博上面的哇，乔凯老师，还有吴依林老师，前面是新媒体吗？我以为是纳豆哎。”他就是我们的白马王子啊，他就是整个就是你知道，他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头，对。但是他很 enjoy， 就是因为女生看到他都尖叫，他又高又帅，一上飞机空姐都一直叫。And for Pauline, beauty is 对我来讲，美就是自信。然后如果是外表上面，是因为近几年的资讯比较发达比较多。如果按照我刚出道那个年代，三十年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资讯，就是流行的资讯给予现在的观众，或者是，就是不管是观众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读者，那因为现在多了，所以女人我最大，它只是一个功能书籍，把它立体化，变成一个教你怎么样去操作，然后怎么表演。但是我最在乎女人的美是在心里头的美，跟有没有脑袋。
那其实外形其实不重要，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，你可以借由整形，或当然我不鼓励，但是我也不反对。你如果觉得说整形，或者是你觉得说每天敷脸，你的预算上可以，或者是你觉得说你一定要非名牌不穿，你的预算 OK 没问题，那你就去做吧，因为你觉得你那样是开心的，你那样是有自信的 OK。 但是最终不要忘记你的，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的美是在心跟这里。Next, Pauline reveals the secrets behind her show's success.